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將會在星期五的立法會財委會表決，現時只有新民黨兩票和經民聯七票支持政府原方案。手握12票的最大黨民建聯雖然傾向支持先通過撥款，但仍然要留待黨團開會才有最終決定。建制派的工聯會和自由黨的11票取向成為關鍵。工聯會認為時間上並非好像政府所說那麼緊迫，工聯會支持押後表決。計劃呢未是最完善的，所以我們希望呢那個制度呢沿用現在生果金那個制度，即是說呢65至69歲呢你可以維持資產的審查，但70歲以上呢就不需要做那個資產的申報。亦都就著這件事呢，因為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我們都會計即是我們一個很審慎要決定怎樣去投票，所以暫時呢我們都未有投票的取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承認政府仍然未夠票通過撥款，但是重新方案沒有修訂空間。我們真的希望能夠盡快令到有一段時間個個都很擔心長者只是靠這些生果金而是需要去做其他的勞動工作來到補貼他們的生活，讓這班老人家早日受惠，所以我們是沒有空間去修訂今天這個方案，亦都不會改變在這個方案裏面我們經過很審慎研究呢去決定那個資產的申報的上限和那個入息的上限，亦都不打算呢去撤回這個撥款的申請，否則我們將會令很多老人家呢是失望的。林鄭月娥又說未來幾日會繼續遊說議員支持，希望計劃如期在明年一月啟動，令近40萬長者即時受惠。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林嘉瑤報導。